今天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出大鱼的地方，走，我带着大家趟水过去，看看这边的。第一杆啊，这是第一杆，钩子刚下到底，直接一个大黑漂，我还以为是走水冲呢。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草网还没来及撞，这是第一杆啊！今天第一杆就上条大的，肯定能保护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先把鱼给它。穿着皮裤的啊，下来给它拿下来了。这条鱼不大，有个一两斤啊，
卯到这个鱼鳍上了，怪不得这么难钓，鱼不大肚子不小，我们就提前给它放生了，也顺便给大家看看这会儿的鱼货。今天来这里啊，这个钓位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钓了遇到了好多大鱼，但是啊，因为准备不是很充分，跑了好多条，然后就上了这一尾，哎呦，就上了这一尾啊，大鲤鱼。这条鱼啊，皮毛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就给它放生了。如果钓友你也喜欢钓鱼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点滴、分享更多钓鱼视频，这些小的我们也给放了。